医院家属平常摆点小摊儿，挣点钱贴补点家用啊。我看啊，这刘建军，哟，哎呀，刘大夫是吧？哎呀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给你添麻烦了啊。没有，李丽跟你们说了吧？说了啊，让他们在这儿卖，踏踏实实的啊，万一遇到城管查抄什么的，就把东西放我店里，没问题。哎呀，真谢谢你！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我妹夫，我妹妹啊，你好，你好，这你们得叫建军哥了啊。好，真是干什么都得有熟人啊。哎呀，您这话说的，陆平老跟我说你是好人，我还得向你学习呢。哎，没，那行，那你们先在这儿好好学着点啊，我去上班了啊。您忙，您啊，别添麻烦了啊。没有，来，想着把水果钱给建军哥啊。不用不用啊，慢走啊，刘大夫，慢走啊。哎，在这卖没问题，有事就招呼我啊。嗯，这秤你拿好了，会用吧？秤是关键。嗯，还要记住了啊。嗯，这个香蕉1.5块，嗯，橙子1.8块，是吧？别乱卖啊。哎，好，盯着他点啊，走吧。好。你喊，香蕉1.5块，橙子1.8块，香蕉橙子。1.5块，你喊钱，香蕉1.5块，橙子1.8块，大姐，多少钱啊？1.5块，太贵了吧？便宜点，1块，快点签吧。哎，不卖，你等，走，卖。哎，你懂不懂规矩？怎么了？你卖1块，我们怎么卖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成，这我地盘不成。你地盘起你人名了，还挺刺疼。你们你谁呀？我谁呀？说出来吓死你！你知道我哥哥吗？医院的一把刀刘东。就你哥哥？哎呦，咱们风风光光的，娶个破鞋当老婆，嘿，跟美是人似的。你说什么你？没胡说，全谁不知道你嫂子是个破鞋，还跟姓马的睡过了。警察都来了，你再说我撕了你嘴！哟，怎么着？打架是吗？打架怎么没他招信不信？你敢？别死！你敢？你这不卖水果跑这儿干嘛呀？今天啊，有个摊主骂我说嫂子以前就是嫁你不干净，是不是真的？听谁说的？还能有谁？一起摆摊的商贩呗。你是不是跟人吵架了？是啊。你跟人吵架，人家能说好听话吗？以后这些话呀，不许跟我提。哥，你不让说这些话是不是都真的呀？我听说那个人好像姓马，他们还那个……我说不是就不是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不是就不是呗，你跟我发那么大火干嘛呀？反正我听别人说的是有鼻有眼的，不像是假的。你给我闭嘴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嫂子嫁给我的时候那时候姑娘，别人是因为嫉妒我，嫌我娶了个漂亮老婆，说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。你跟我急什么呀？你要是有火，你找那骂你的人去。我这还一肚火呢。我发火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再胡说八道，你给我滚回老家打鱼去。你不讲理！我就不讲理了，走。走就走。刘大夫，没啥事儿吧？啊，没事。刚才。我妹妹刚从农村过来的，就行，没啥事，我过去了。刘华，来，怎么样？问清楚了吗？我哥根本不说，还把我训了一顿。啊？我觉得我哥在袒护他，他身上肯定有事儿，要不然我哥不可能给我发那么大火。嗯，有事儿，他肯定有事儿，肯定心里有别人。走，回家去，替我哥出气。走。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香蕉卖完了？怎么没卖完就不能回来啊？就是。今儿怎么了？你们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，没有，就是觉得有点累。累了你们歇着，一会儿你哥回来就开饭了，脚放下来。这茶几呀，多脏啊！嫌我脏是吧？我怎么觉得有人比我更脏呢？你们这话什么意思呀？
什么意思？你就别装糊涂了，真是。今天有人当着我的面骂你是破鞋，还说警察去过医院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我去问过我哥了，我哥还差点跟我翻脸。你都被人睡过了，还嫁给我哥，只有我哥最傻，还蒙在鼓里，真替他不值。真的不值。我要是你啊，就识相点，赶紧搬走。这是我哥分的房，你不配住。丽华，别再说了。什么叫别说呢？嫂子，咱人得讲理。你看你现在都没有工作了，是我哥哥在养着你，你每天还给我们指手画脚的。你要清白点，我们也就认了。哎，真的，这事儿你哥是知道的，我没瞒着他，真的。结婚之前，是我对不起他，但是事情都过去了，别再提了，行吗？哟，这么半天了才说句软话，我还以为你身正不怕影子斜呢。丽华，你们饿了。我去做饭，你哥快回来了，行吗？站！骗骗我哥就算了，骗我妈不行。你要干什么？爱国，收拾东西，回老家。哎。行了，别在这待着，你回去吧。我不是故意的，这我。